良尊守护者之二，奇趣外星客，灰太狼的逆袭。包包大人，他们就是在这里突然不见的。地震了！家里什么时候多了个地洞？原来你们在里面啊！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们？快跑！狼堡要塌了！怎么回事啊？离开这里再说吧。小羊们，还有你红太狼，之前敢欺负本大王，看看我为你准备的大礼物。是我的绳索枪，夕阳羊是你。你们没事吧？细菌大王太强了，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啊！我们先回去找村长，看看有什么办法对付他。那我先带红红和小灰灰离开这里。包包大人，快走吧！小羊他们没事吧？我们先去帮大王解开吧。不需要，喜羊羊。哇！大王威武，居然被他们逃了。灰太狼，快带小灰灰走。别说傻话了，要走一起走。这里居然还有没走的。村长，村长，我已经知道了，细菌大王解开封印了，跟我来吧。经过我这几天的研究，终于在魔方上找到新的线索。居然可以打开。我们在某个行星上准备封印一个邪恶力量时，不料被西米大王捷足先登。这个力量有可怕的副作用，力量会吞噬他的理智，让他越来越邪恶，变成残暴的破坏者。这没错，智羊羊所说的细菌大王跟我们交手的细菌大王是同一个。幸亏我们及时赶到，用魔方制止了细菌大王，接下来对他执行封印惩罚。看来是在封印的过程中被细菌大王逃出来了。大王想对他们做什么呢？没事的啦，大王本心又不坏。快跑！灰太狼，再陪我玩儿吧。你们跑不掉的！小心！有什么冲着我来，别伤害我的家人！灰太狼，你带着小灰灰走，我来挡住他。不行，这儿太危险了。他再大也是细菌，我可以的。听我的，快走！不行，听我的。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快走，走啊！妈妈，你们先走，我来挡住他。小灰灰，为什么你们不害怕？我明明在报复你们。你们没事吧？
打哭了吗？那这招如何？这不好，这样下去会伤到灰太狼他们的。你们快跑，他的目标是我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没时间了，红红，快快跑啊。灰太狼。是你们，大王，放过他们吧。他们已经吃够苦头了。我明白了，你们是要一起背叛我。这力量，大王动真格的了。你们快走！但是，再怎么说，他也是我们的大王。我们会想办法的。我也重视一下小羊们。那你们小心点儿。居然敢跟我作对！大王，冷静点儿。一群叛徒！大王是我们的。他们不会有事吧？我到底该怎么做？红红，再坚持一下，万一被细菌大王追上了，我们就遭殃了。够了，灰太狼。怎么了，红红？你现在应该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。我知道你很想去阻止细菌大王的，那就去呀。可是连有装备的小羊们都失败了，而我一点能力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是细菌大王的对手呢？我根本就不堪一击呀。不是这样的，我相信我的丈夫是最棒的，你可是第一发明家呀。但是我只知道我认识的灰太狼不是这样轻言放弃的人。我相信你。可是好了好了，不用担心，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。红红，小灰灰，没错，我可是草原上第一发明家，是我儿子的英雄。我是不会输给区区细菌大王的。那爸爸妈妈到底去哪里了呢？在天空上啊。在天空上。那他们不好，数码病毒说细菌大王失去理智，还想伤害灰太狼他们。那我们赶快去帮他们。冰冰羊，你跟慢羊羊爷爷待在这里，不要乱跑哦。村长，妹妹就拜托你了。我再看看魔方有什么线索。大王，你清醒一点。蘑菇君，你们这些叛徒。到哪儿去了？灰太狼，我回家拿武器来救你们了。大王完全失控了，我们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。他以前不会这么对我们的。一定有办法让他安分下来的。你们在这儿。居然没用啊。灰太狼，没想到你还敢回来，勇气可嘉呀。糟糕，飞行器失灵了。你完蛋了。我来帮忙了。还有我们。你们有办法了。
好啊，你们居然和灰太狼一起反抗我，不可饶恕，都消失吧。已经没有办法沟通了，蘑菇君。大王，抱歉了。啊，我的眼睛啊！我在这里。这下应该可以了吧？烦人的家伙！大王，你醒醒，我是小子啊！糟糕，小子有危险！啊！什么？哇！我受够了，尝尝这招。怎么回事啊？成功了吗？还没完呢，我还需要一个最强大的武器。你给我下去吧。这样大王就不能乱来了。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再想想办法吧。灰太狼后面。哎呀，灰太狼。没事吧？我完全没事。大家先离开这里吧。离开？你们一个也别想离开。